来看桃园兴源焚化炉哦，最近停工在做检修，所以垃圾就先放在掩埋场。龙潭掩埋场的垃圾哦，已经有上百万吨了。有机关是真烦恼，讲垃圾山会放弃，要求环保局哦，就要赶紧处理。垃圾比洪湖岸较悬，桃园龙潭踮做哦垃圾掩埋场，堆放上百万吨的垃圾。在地居民烦恼垃圾的臭味造成白芒糖滋生，落雨污染地下水质，也烦恼有放入的危险。蚊虫会比较多，蚊虫比较多，臭味。我们就是要求它就尽量消毒这样的。像夏天苍蝇啊、蚊子啊，哦，那当然水质的部分也是因为这边都没有自来水，所以原则上我们这边的居民都是饮用地下水。已经高速的路面非常的高，而且这附近啊，这两个里哈、啊。将近3000户的居民，他们的生活大受影响。在地机关表示，店主哦，掩埋场垃圾量是50年来的新高，要求环保局达个月至少清分1000吨的垃圾量，还予居民应该有的居住品质。环保局回应，焚化厂当年两摆税收，税收期间垃圾需要先暂时放伫掩埋场，堆填过程中会做相关抗土甲白芒糖的防治消毒工作。税收结束之后呢，焚化厂这边的余量呢就会来调度哈、哦，来优先来处理这个暂置的垃圾。环保局表示，以中长期来讲，会将店主哦掩埋场垃圾完全清分完，也强调每年后半年兴源焚化炉整改完成了后，一天会有1200吨垃圾处理能量，加上观音生殖能中心400吨，汤圆一天会当处理1600吨的垃圾，靠都加好三星的1300吨垃圾，也够有300吨的量能，气化掩埋场暂时放的垃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